选手们卖力划桨，灯光璀璨的夜间龙舟显得格外吸睛。越夜越美丽，彰化鹿港打造一系列光彩灯饰，除了独特的龙舟花灯，中山路上高空中的飞龙花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不止晚上，白天的鹿港也有另一番风情。端午连假第二天，一大早人潮越来越多，民众全为了美食而来。摊位的备货量比平常多了起码五成，不论是卖蚵仔煎或是传统小吃，充满浓浓的端午氛围，感觉很好。怎么说？有过节的气氛。嘉义过来鹿港这边玩夜间龙舟，我觉得好像很酷，然后就经过这边看到有一些那个灯。老街举办游戏活动，小朋友玩超嗨，白天逛古迹吃小吃，晚上观赏龙舟赛光影秀，也难怪走到哪挤到哪。记者陈胜伟、黄祥富、王柏英、彰化采访报道。